搭配靴子之外呢，你也可以搭配球鞋。哦，对，有一派是这样。对，你也可以这样子搭球鞋。这种球鞋有一点点老爹鞋，然后透过了这种 logo 的拼贴，它把四种包包的材质放在这一双鞋子上面。又或者是呢，你是比较 lady 一点的女生，哦，对，今年也很流行尖头。我们那个年代有对这种尖头，我都把它当拖鞋穿。拖鞋对，像欣美姐今天那种点点大裙子，就可以配上这样子的尖头，就很有型。那配袜子，我就是没有这一双这种。买下来，再买下来，这个欣美姐一定就有了。这里超多这个，对，今年非常流行这种有点野营的那种野营，但是它是厚底。我今天也是穿这个，对，哇，今年很流行这种，可以配裙子，也可以配可以配白色的袜子，